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说喝搞笑视频。说起金丝猫，大家肯定想到的是这样的，要是说金丝猫鱼，各位见过没有呢？今天开箱一条金丝猫鱼，包裹是刚拿上来的，赶紧打开看看吧。打开拿出来之后，可以看到一条鱼，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金丝猫鱼。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条鱼的颜色，浑身都是金黄色的，腹部的侧面在灯光的照射下看着非常的耀眼。没想到这种鱼的鱼鳞是会反光的呀！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，我打开放出来吧。各位记得水族宠物一定要试水。放出来之后可以看到这条鱼的真面目了。第一眼给人的感觉吧，就是还挺好看的。这条鱼除了眼睛是黑色的，其他部分都是金色的，包括胡子，看着真的非常可爱。各位再来看一下这条鱼被捉起来的样子，一脸懵，加上这双无辜的眼神，看着非常的呆萌。于是我查询了一下这种鱼的资料，它的学名叫白化丝尾鹱。这种鱼一般以荤为主食，是杂食性的鱼类，所以嘛，建议分开饲养，要不然鱼缸里的小鱼小虾可能会一夜之间消失掉。这次的网购没翻车，各位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关注哟。